一段恋爱谈了三年了，到现在为止连基本的关系都没有捋顺，你们先别急着说未来，没有未来。女生其实给出了一个特别鲜明的答案，对吧？女生说：“我说你怎么样？情感也不稳定，物质也不稳定，都不稳定。只是两个人现在在一起，玩的比较开心。现在因为变了，所以玩都玩的不开心了。当然了，最后的选择是你们去选，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”从校园到社会，将近3年的时间，我们的环境不同，所以说我们的脚步也越来越不同了。我希望，我们两个都能够放慢自己的脚步，去考虑我们的未来会怎么样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够继续走下去，否则我们两个对彼此都是一种伤害。我们在现在的生活当中对彼此都不够支持，都不够理解。我现在对我们的未来也很迷茫。好，时间到啊。谢谢两位年轻人，来，请回请回。好了，来，请关门并开门。祝你们幸福吧，找到喜欢的人，找到你们合适的生活坐标，然后追求你们想要的幸福。